来出个虚远枪，哎，我又打到了个人，可以，这是谁呀？又在我们的野区嚣张？你是视我小鲁班不见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有人来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不敢去的，我是万万不敢去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他们全部在我们这边，好吓人！快走，快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哦，这是我队友。哎，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我队。哎，点点点啊！哎呀，他怎么闪现这么骚呀？这个人，这是谁？这个抱着一个烟花筒，抱着一个，这抱着个桶在那里闪现上来杀我，他太想杀我了，太想要我的小狗命了。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我看看，这谁？苏烈，苏烈，苏烈，我要啊！这个苏烈，啊！我反向闪现了吗？我哪里反向闪现了？我反向闪现，不是，为什么你们在吓我？我反向闪现了啊！他说我们逆天闪现。我待会去看一下录屏，真的吗？闪人怀里去了。真的假的啊？直接给自己闪死。你确定你们确定没看错啊？是我吗？是我的操作。不行，我待会再给你们表演一波。我觉得这一把绝对不可能出现上一局那样的，刚刚那样的失误。什么反向？反向是不可能的，反向是绝对不可能反向。哎，这一局有机会，我感觉。我在后面疯狂输出，在博口血，再继续往后拉拉。嘿，你个苏烈，这下我把你的狗命给拿下了吗？苏烈啊，谢了兄弟，来继续点点点，双杀。哎，不是我的人头，但是我的人头，大家看一下我的人头数。哎，是双杀，是双杀，双杀，44。哇哦！来开个大招庆祝一下。哎呀，太开心了。啊！我终于是一雪前耻了，我的妈呀！你们都说我菜，我在王者荣耀，王者绝无双王者绝，你们看一下我的战绩是正的不？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中塔能不能推掉？哎呀，不行，没有人帮我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看到马可波罗了，来给你一炮，吓死你！嘿，哎，回去，哎，不行，不能回，不能回，我现在必须把我的状态给补起来，我必须要把我的装备给拉起来。对面的那个叫什么，经济领先我们太多了。我现在只能通过不断的补兵加不断的打野，把这些东西，把失去的、属于我的全都拿回来。哦，这是我们队友是吧？啊，没事，来来来，给让给我吧，补兵让给我，我发育起来了，相信我啊。好的好的，哎，你不要龙吗？哎，你不要蓝吗？那你给我了，你确定哦？行，他不要了，这没办法啊，我本来想给他的，我打打怪，我打打怪。看一下我这个预判，哎，没打到，我还以为我能打到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家人们往后拉一拉，往后拉一拉呀，兄弟们，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，哇，他们上了，他们上了，他们上了，我要跟着上吗？开始撤退，哇，我 killing spirit， 哇，一炮，我 killing spirit， 我的妈呀，再不来家没了，他说家没了。我们这波能不能推上高地？我觉得能。我来，有本事单挑，干嘛？傻逼儿，来呀！有种单挑，来噻！老子轰输你！我他们来抓我们了！我！老子杀死你！牛不牛？牛不牛啊？上来了，家人们！啊，牛不牛？我就说我的这个。我的这个技术必须要在王者局才能展现的，哎呦，给我汗都打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我刚刚是不是一v几啊？我一v几啊？我一v二，一v三呀？一v二，一v二了。我还全部杀死了，你看，因为我的战绩变成了64了。我的妈呀！赶快，兄弟们，一波666打在公屏上，赶快鼓励我。都在扣666。鼓励我呀！你们快鼓励我呀！我需要鼓励，我现在很害怕。哎，中路又打起来了，你们没有我打什么？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对面在秒我，对面。你看到没？对面他们专门在切我，但是我不怕，我有我的兄弟在保护着我呢。好，这个嘿，苏烈，你又来了是吧？哎，我的二技能直接把你给轰开，然后直接拿下这座二塔。来，大家不要怕，拿下二塔很好，保护我就对了啊！你们只要保护我，我们这局游戏就赢了。收到没？收到了。好的，收到就对啊。来，我们直接小兵来了，我们然后直接把这个塔拿下，快点。快快拿塔，不要想着打人呐、啊，拿塔呀！太傻了，这群，赶快！
来轰开，直接点点点，来直接打水晶，打水晶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保护我呀，人呢？打水晶啊，我说打水晶。来打点点点，快快快！哇塞！有！我的妈呀！无双王者，家人们，哎，不是今天我想输，怎么还输不了呢吗？这有！我想输，想给你送那个限定 Hello Kitty 皮肤，结果我赢了！我的妈呀！来，大家给我截图，来来来！啊！快点帮我截个图，拍个照！我真的太阳，我太久没有跟那个我的这个战绩拍照了，我真的输了，连输起码连输几十把啊！我今天无双王者局赢了，你们给我见证，你们有没有给我见证？有见证的扣到一，就是见证了这个荣耀一刻的，在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刚刚看到我拿下的，扣个一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快帮我一起合个照，帮我截个图，一定要发到评论区。这可能是我一辈子这么一次的啦！哎呦，给我鼻涕都打出来了！来，三二一，耶！我太开心了！来来来，给大家直接上个福袋啊！这是我的战绩，这是朕给你打下的江山。这位小伙伴，谢谢我，我给你上了一颗星，非凡王者，十一颗星，害怕不？牛不牛？来，咱们直接送一台平板电脑，只需要大家打出来学技术了即可啊，然后只需要关注直播间都可以参与抽奖哦。哎呀，行了，现在没有什么段位是我驾驭不了的了，是吧？是，没有什么段位是我驾驭不了的了。你们这个说演员也不可能，你看嘛，我是吧，代练也不行，你们就是在你们的监督下，我亲自操作完成了这局游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让你们看到我用手机玩，是不是就是玩的好一些？我这福袋咋又没通过呀？什么原因？我刚刚这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怎么又不给我通过？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？好的，那怎么说呢？我想抽个小兵皮肤，他我赢了怎么办？我赢了怎么抽啊？因剑而生。没事，咱们今天高兴，赢了也抽，好不好？哦，好的。王大帝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小兵皮肤，在商城。我现在先给大家抽个小兵皮肤，因为我拿下这局游戏了啊。在哪里夺宝是吧？夺宝，然后呢？就是这里吗？夺宝，夺宝上面。